有人在我前面，哇，干的什么东西啊？那上面那是鬼。这关不是一般的难。看我怎么欺负你们，看我怎么霸凌你们啊，好不好？想不想被我，想不想被我霸凌一下？你那车子太慢了。我看你是蛮想，哦，哦，哇呼！妈，又是那台纸车啊！ Nice. 我看你们是好像这辈子没被霸凌过。哦呦，前面那什么飞龙在天，又来，是啊，哎哎呦，哇哇 ，crazy， 哇哇，白痴！哦，这群人不要挡啊！哇，这群人哦，你也知道这群人哦，我还知道你阿嬷啦，对对，干白痴哦，你们不要挡，我警告你们哦，白痴哦。啊啊啊！完了完了完了，哦、嘿嘿，蛮难的，这边应该要设个加速器才对啊！搞什么东西？哎呀，哦，那至少是绕上去哦。必然啊！这个是怎样？这个是怎样？啊啊！再挖苦一点，再挖苦一点。他这到底是有多长啊？这不是闹着玩的，感觉很高哎、欸，白痴哦！你自己看他妈高度有多高！我这怎样？这怎样？这怎样啊？这个哇，这高度是怎样？你是有完没完啊？这个不要这样子好不好？你冲上去了不会吧？还没啦，这太高了吧！我靠！来来来，这不要闹哦！这冲上去我真的会见太上老君的，我跟你讲。哇哇，跟你讲一件事情啊，我冲上去了。屁呀、啊！妈嗑药是啊！而且我跟你讲一件事情哦，我是第二名哎，有人在我前面，哇，看那什么东西啊？那上面那什么鬼？我跟你讲，你到上面来，你看到后面东西，你会直接把游戏关掉了，好不好？我讲真的，你会直接把游戏关掉。你怎么还没关掉？我是真的还蛮想关的啊！哇，我一看到，哎、欸，这真的不是在跟你闹着玩哦。哎、欸，我眼睛弹出来、欸，我已经快到上面了啦！欸、我现在看你怎么大开眼界一下好不好、欸，我真的觉得你要大开眼界一下，好不好？这真的搞头好晕哦、喔，妈的！这真的不是人类玩的、啊，看、喔、我不行了啊！看我头快不行了，这还晕？这真的不是人类玩的，还好、啊哦，好难控制哦、喔。还好啊，很 OK 啊，很 OK， 很 OK 啊，是。这就一个很正常的地图啊！真的、啊，观众真的不要抱怨我第一人称啊！这不第一人称我真的没办法、啊。各位观众不要抱怨我没有第一人称啊，因为我技术真的是非常好，不需要用到第一人称。哦，啊、你上来了、哦，上来啊！啊，你在转了、哦？怎么我要跑一个圆形的跑道啊？不知道干嘛？哦，这一种跑道了，你等下就知道了啦。我看到那台白车了。先别管什么白车好不好？你等下就看到上帝啦。看我头快晕死了！看你呀、啊，好晕啊！白痴啊！哇哇哇哇哇！等，奇迹发生了，我绕出来了！屁啦！我真他妈车神！我是不是有跟你讲过这种？我最会绕这种圈圈啊！他妈，你又讲过了、啊？我就讲过，之前就有一关那个飞龙在天，你忘记了哈？你知道我是龙的传人啊！干嘛想要关游戏哦？等你有没有看到上面那个赛道那个绕圈圈那个？啊，我一直绕，我现在就绕没绕过去。那个真的超级难，我跟你讲。妈绕那么长，那个真的很扯。我现在已经下来，我现在看到天空那个什么东西啊？怎样？后面还有更扯的是不是？我目前是没看到啦，好不好？后面现在是还蛮正常的，这边是还蛮给他正常的啦，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，好不好？后面我就不太清楚了啦，我有很大的问题啊，其实我现在真的是乱开都没问题耶，我现在真的是在这边喝个下午茶，你们刚才也到不了、哦、啊？怎么还有人在我后面啊？那个太神了吧！哦，哇，我有没有看错？我们四个人还在后面玩呢。等下我是不是？我好像没有看错哎。怎样？不要跟我说还有。欸、我好像真的是没有看错、哦。我要确认一件事情啊！我现在正在确认这件事情。怎样？我现在努力的确认这件事情。如果没有我没有看错的话，上帝就在你眼前。上帝就在你眼前喽！
北七北七北七，哇哦，哦还好还好，上帝真的在你眼前啦，靠呗，刚好中了圈的过。我先不告诉你这个上帝在哪里啊，我怕我讲出来之后你真的会直接跳掉啊，好不好？我怕你真的是抗压，你现在卡上帝是不是？你这抗压性太低吼，听到我讲出这句话吼，你真的会直接离开这游戏。你现在是卡在上帝是不是？不是卡在上帝啊，我看到小老弟啦，我看到一个紫色的小老弟啊。哇过了，我出来了 ！Happy New Year， 第二名。真假？你绕出去了？绕出去啊 ！Happy Birthday 啊啊啊！哎哎哎！绕出去是还蛮强的啦，但是吼，后面还有上帝哦、喔，不会吧？先让你看完上帝，再让你看撒旦哦、喔。你现在是卡关了是不是啊？我没有卡关啊，但是我比较讲你们会卡关啊。你不要跟我讲还有第二圈哦。没错。啊、这就是上帝啊，你绕完一圈你别高兴。高兴太早。哎呀不要开玩笑。两圈等着你儿。哎呦。哎呦玩笑不是这样乱开哦。这个玩笑开下去又家破人亡的咯。哎我真的傻眼了。欸、我真的白痴哦、喔，不行啊，我又不行。我两圈跑完了。屁啦！哎、欸，你们才刚考完一圈，我已经两圈跑完。哎、欸，我零失误哎，我第二圈是零失误，完全没有掉下去一次。哎、欸、呦啊，掉下去！我现在零失误啊，第二圈零失误，我真的是好不好？哎、欸，我转圈圈达人哎、欸，我真的是哎、欸，这种绕圈圈哎，欸、我现在看他们那个，看他们在干嘛？哇，每个都在那边跑圈圈。还在跑那个圈圈哦、喔，对啊，每个人一直重生，然后在那边绕，一直绕，绕不出去。快快快，对对对，很好很好。看我现在想睡觉，快点上去，哦、你快绕出去，你快绕出去，上去上去上去，再上去再上去，睡、哦。绕出去，绕出去，哇哇哇哇！这种地图都不会玩，他们在搞什么啊？妈，我回去他们还在那边重生，还在绕，是不是？玩这种就是要心平气和嘛，跟我们所谓的中国功夫太极是同样的意思，心要静 ，OK，OK， 脚步要稳，哦，看清楚，脚步要稳，知道吗？来，我们一步一脚印，脚步要稳，脚步要稳，太极功夫好哎，稳扎稳打 ，OK， 稳扎稳打，唱一个太极功夫好哎，快点。少林功夫好耶，真的好啊！少林功夫够劲儿，行哇哥！你这个够劲儿是真的蛮有那个劲儿的。少林功夫，居居啊 ！Two hours later， 我。哎呦！哎呦，你差点飞出去！哇！哎，没死没死没死，没死没死，没代志没代志。哎，你还两，你差两圈你就走出去，你前面就中间。没关系，我往前，好，然后让他溜下来，溜下来，往后往后。马古，很好，有人在你后面了，有人在你把挤下。滚了你！碰碰车，快把挤下去！你小心哦，你小心哦，你会把挤下去。哇，他走，他走，他走，他冲了。哦，冲哥、哦啊，他飞出去，他飞出去了，他死了。啊啊啊！我是觉得你们这些人啊，今天是别想，哎、欸，你们真的是四个人没一个完赛的。不要这样，他是第二圈的没啊，没第二圈不要跟我靠呗。哦，你要飞出去了？哦，没事，不会不会，拜拜，稳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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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马步要扎稳、哦，很稳，真的很稳。功夫的基础就是这个马步要扎稳，有有有，我这个马步稳了，我一切哦，一切 ，OK，、欸、都是很非常的随心所欲的 ，OK OK， 我现在这个境界就是哦，我已经进入了一个无神无理无心的一个境界，好不好？我的心中已经没有任何的牵挂，你妈的牵挂嘞！哦，你要跟那个人一起冲了。Go go go！ 拜托，这是一次过，好不好？你们 OK OK 一次过 ，OK OK 一次过。我们到底什么时候可以完赛啊？OK OK OK OK， 我会是第二名，你相信我，好不好？好好好，据我们那么多人朋友的经验，我没有一次跟你一次哈，说到没做到的啊。哇，很厉害哦，很厉害哦。没有啊，没什么、啊，这是没什么，这是还好，这是
就只要有那种小小的技巧，你在干你啊！